行游四海写诗标，在地文化传万世。欢迎收看《行游四海》。注意咱观众朋友，你敢有准时在收看咱《行游四海》的节目？你咱前几天有咧甲咱介绍过，关于着咱车城好佚佗、好耍的所在，嘛有好食的物件。会当享受到亲像皇家贵族迄一般，到了马场啦，看到马啊会可爱，安尼漫步咧休闲的时阵，搁有咱冬天的时阵啊，茫错过咱四电溪的温泉。这个温泉的会馆真特别，嘛服务真好，游园有咱永兴的特产。咱的泡汤啊，所以讲无论佚佗还是食，拢予咱感觉也真温暖。最重要的嘛，要甲介绍咱车城，有共享着咱三山国王甲咱关圣帝君的镇南宫。不但历史悠久啊，文化种种的神迹，即摆咱行游四海的节目也真荣幸，受着咱镇南宫的邀请来参与咱这次庆祝圣主大法上开工，甲咱新疆落成的大典，嘛要同款甲咱信众，包括咱电视机的观众朋友，来见证这个历史性的一刻。在咱屏东县车城乡。咱通波镇南宫也是一座真早期的历史庙宇，经过几年来啊重新的改建，也终于要来完工，要来打造出一座全台湾上大的六合金观光大法像。寺庙的建筑啊，真重要。庙宇特别选在咱民国99年10月16日，也就是农历的9月9日，举办关圣帝君大法像开工，甲咱新疆落成的大典。同时嘛，举办了真济活动，关系着咱关圣帝君有客家中医文化活动，透过咱活动，予咱乡亲进一步认识。咱关圣帝君伊个忠孝节义个风范，而且真闹热，毛举办咱歌唱比赛啊，促进咱乡亲个感情，甲一个交流嘛，一个孝道，有讲义理、重道德观念，和谐融合咱个社会。拜九九庆典科技啊！对咱九月初开始，到咱九月初九的功德圆满啊！有九天的活动，咱的圣主大法像，伫咱开工的仪式啊，也选伫咱九月初九当日的9点9分，这个龙时吉时啊，来进行。哇！一听到就知影。真无简单的活动，今日咱做来甲看这九天的闹热有偌尼啊精彩嘞！啊，来到咱中间啊，咱全体人员欢迎。Thank you.
连串的活动啊，咱马上就要来开始。首先的第一项开幕，就是咱的雕金礼道吉安发挥。在咱农历一九月初一日，这一天的时刻啊，就要来开幕。雕金礼道，也有人平常俗称叫做拜道，这是咱道教特有，为咱人啊，咧消灾解的积福延寿，会发挥科技啊。参加拜道的，有雕拜家己的本命元神，会当予咱家庭圆满和谐，喜庆临门啊，财源广进，婚姻美满，身体健康。你敢有了解参加拜道的意义呢？来，各位咱的信众、观众朋友，咱做伙入来通报定南宫。调进礼道啊，祈求平安的发挥，现场来个看卖啊。第一天的仪式啊，离咱的时辰开始，也就是咱的透早七点，伊的吉时，天师经过咱的前段，登堂参香，刷下来要由咱定南宫、咱觉悟堂的堂主陈德良，甲咱主刀手林天福。请咱的五道仙君来安坐，毛请咱十二元神呐、啊。最后一日来请咱的主道神、神明道、甲咱的平安道来安坐。伫咱安排了后，就是咱定南宫的觉悟堂啊，所有的元神参香礼敬，拜见经文的时间呐、啊，一直念经。一直上经，咱举办这个法会的用意呢，就是为咱诸善男信女呢啊来这个消灾解厄，来这个祈福延寿啊。咱讲较白一点，今日就是讲啊添福寿啊来消灾解厄。那么咱呢这个法会呢啊总共。五天的时间，那么咱为今仔日啊开始，那么咱本宫啊办的这个礼道法会呢啊，以其他较不同的方式，就是讲咱遵照啊这个道教的科仪啊，咱所有的这个职分呢啊，请这个神圣仙女啊，这个五道仙君呢啊，是由咱文殊降驾呢。啊，来集法安尼，那么文殊啊来这个安道了后呢，就由咱的鸾星啊来刻上金经宝册。哇，陈两主的详细介绍了后啊，实在让咱有感动到。原来拜道啊，不只是求个人的平安顺利，定南宫。更加有信心，除了前来参拜拜道的善男信女会当消灾解厄，也将这份虔诚的心意啊，讲带到咱的国家甲人民，怀抱着一颗劝世助人的善心，看到庙方所有的工作者，咱的人员啊，如此的尽心。有精力，相信咱定南宫佛山的关圣帝君啊，甲咱三山国王也一定会尽心尽力，尽伊的神威来保佑着咱全体的善男大德。Thank you.
林天福先生呢，啊，早年少年的时阵，啊，就来咱镇南宫啊入堂啊来这个修道。那么中年了后，啊，养育这子孙呢，啊，大家在事业上非常有成就。那么所以讲，咱今仔日的主导手啊，林天福先生呢，啊，这个会使讲是一个德高望重。啊，会使受咱真尊敬的一个啊，是大人。那么，咱今年伫这个啊，调整吉安礼道法会的时阵呢，啊，这个会将啊聘请伊来担任咱的主导手。啊，嘛对本人呢，也是对咱镇南宫啊一个奉献。那么，对咱这个地方呢一个关怀。那么，咱一只啊，祝咱林天禄老先生呢。啊，让身体健康，啊，受咱新圣贤佛的庇佑，那么这个当食百年，啊，啊，咱家甲祝福伊，啊，当吉福，啊，延寿。各位观众朋友吼，咱刚才看这个节目叫做《神游四海》，就知影这个报道吼，咱海内外，由于咱全国的所有的各大寺庙大吼，啊，咧报道咱神明的事务啦吼。所以呐，对神明事务有想要了解，啊，对咱啊，真济过去咱常咧安尼膜拜，但是唔知伊的事迹啊、缘由或者伊的神迹的人咧，这是咱上专业的电视台，叫做《神游四海》，欢迎咱观众朋友咧，大家来个。捧场，啊来甲鞭策，来甲指教，予伊会当新流苏海收视率呢，会当啊日日长虹，啊会当接受咱啊台湾对传统寺庙啊，即个对大家宗教的即个信仰呢，会当更一层的了解，啊，予咱新流苏海呢，诶即个节目呢，会当不但是即个宗教民俗，会当文化化以外，佫当观光化，佫当全国化，佫当兼国际化。